肖委你好。部长你好。我想首先针对这次我们政府有邀请几位国际独立的人权专家好来台湾来检视我们实施国际人权公约两个主要公约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我想这个方向是正面的那就事论事的话，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给法务部一个肯定啦当然第一次办，毕竟大家没有经验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缺失那以后也希望能够进行改善那包括呢我们自己碰到的像这个虽然说有这个网络有做直播但是法务部没有办法立即将相关的这个影像跟记录来提供给外界想要了解，但是可能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没有办法坐在那里看直播。其实这种技术台湾已经非常进步了，包括立法院我们一边在这里讲话晚一点他就可以上网去下载我们的发言记录，但是法务部居然跟我们说要一两个月后才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发言的录影跟记录我想这个真的难以相信你台湾现在的这个技术了我不知道说你们是还要再加工还是要再怎么样说这样提供让 NGO 让民间团体来检视会有这么困难但是我还是要肯定就是说包括人权这些国际的专家一方面他们的这个独立性他们的客观性以及他们在国际人权领域都有他们一定的地位我想再邀请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观察跟见解了一方面他们也是肯定我们这次的一个努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相当高兴说这次法务部虽然比较仓促临时安排可以让 NGO 也可以让台湾的国会议员也能够有发言跟他们互动的机会，但是确实时间是比较短比较有限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继续走的方向那我想就这些人权专家在最后离开真的动作很快我们一个技术问题要一两个月，他们就实质的内涵很快的动作就提出了80几项的这个具体结论，当然其中有一些未必是直接跟法务部主管的职责是有关有一些是要其他各部会来进一步去后续追踪跟改善的地方，所以我想要第一个请问就是说针对目前是在各个行政部会里面各自权责的部分你们是不是已经正式的用这个将国际人权专家的这些独立意见已经告诉这些其他的部会有做建议跟改善 的这个主张吗？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已经召集相关的机关部会来针对他们提出的建议81项分门别类该属于哪一个部会哪一个单位要注意改进的，我们都会把它分裂出来，那么分裂出来以后他们各部位都了解，但是程序上我们还要把这些资料呢报送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来审核，那他们开会决议之后我们就分工把各部门的该改进改善的部分就送给他们请他们定时程来完成，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考核机制来监督。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说在你们将这些各个不同议题分派给各个部会做内部作业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把所有的建议都去做分类跟这个转送，还是你们自己就过滤掉一些说这个建议我们觉得也不适合台湾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做很好了所以你这个建议不算数还是你不了解我们我们已经做很好了，你们就自己把这些一部分的结论给过滤掉，还是你们就完整的这80几项建议全部都一并做处理？来跟委员报告，我们完整的提供出来，我们绝对没有过滤，没有把它哪没有说你们自己觉得哪一个不应该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还要报送那个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加以审核再做最后的定案。好，那我现在就法务部所主管的一些部分来跟你请问这也是这些人权专家所提出的一些建议
其中呢，当然在我们国内社会比较争议的就是居住权的问题哦。那么他们在这个相关的他们的报告里面哦，也有提出哦，认为呢，我们现在在对于一些特定社区的居民做强制的驱离哦，没有让他们能够安心的拥有居住权的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是违背我们基本人权公约的主张哈，对居住权。那我们的你们的江院长在回应的时候居然是用是不是土地的所有权的问题，是不是违反占用非他所有的土地的这样的角度去回应这些人权专家的建议。其实他这样的回应方法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今天人权专家在讲的是住民有安心居住的权利，他并不是在讲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今天尤其是涉及到几个你们法务部的地，几块地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你们现在已经在进行这个法律诉讼已经要做强制的这个迁离的这些社区的居民我们是有责任，即便他不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另有用途，但是我们应该有责任让他先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一个可以安心居住的空间，这个才是真正符合人权的标准，在处理居住权的问题的做法。但是我们不是啊，就强制把他赶走啊，可能还有老人，还有小孩，你要叫他去哪里？这可能是历史所留下来的包袱，可是我们今天居然是在做这个违背人权的，用违背人权的手段，在执行你们自称是这个依法行事的，这样的一个职权。事实上，我们从民国95年开始呢，我们就要跟这些违占建物在协调。那么我们透过各种情况跟他们谈，而且正式申请调解，而且我们也提出很多的替代方案让他们来选择。那如果他们接受的话，那些都自动都搬走了。现在呢，他们因为没有成立调解，所以我们正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也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他们应该要搬迁。现在剩下的是这一部分一定要搬迁的。那这个部分的居民，你们认为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办？会不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真正你们觉得我们政府该这样子做吗？如果真正贫户需要协助帮忙的，我们都有跟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跟相关的机构呢来联系，由他们来想办法替他们安置。那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们是照显然还是有一部分是还没有处理好，还是要照法定程序来处理的。显然对于这个安置，但是居住权也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啦。在还没有处理好整体的安置之前，你让他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成为街头的游民。我想这个是我们国际的独立人权专家所关心的那么另外呢，独立人权专家也提出有关我们预政的问题我个人呢也有去报名参加去跟这些专家来说明我们认为这个陈前总统受到在狱中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当然这也凸显说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不人道对待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矫正机构的相关的环境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一个矫正的一个效果还是对这一个受刑人是进一步的伤害不管是对生理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伤害，毕竟一罪不二罚，他被关起来他失去自由就是他的惩罚，但是对他身体肉体跟精神上的折磨跟残害不应该是他的惩罚的一部分，失去自由就已经是了。所以呢，这些人权专家也提出建议在我们整个狱中的包括居住的空间环境没有桌子的，没有椅子的没有一张床的如果空间过度拥挤而衍生的其他对身体上的疾病，我相信不只是陈前总统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受刑人恐怕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可以照
这些国际独立人权专家好所提的建议，好来做这个整个狱中好比较人道的一个空间的改善吗？跟委员报告，所谓对陈前总统不人道的待遇呢，他应该是指如果别的受刑人他住的都很好都很宽敞，只有给他一个小小狭窄的空间，那这都不人道。假如因为受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每一个人都住得这么小，而他已经大到部长，你这样的回应我没办法接受了。不人道，不人道跟有没有跟其他人一样，这个是两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今天不是在问你他是不是特殊待遇，我是在跟你问是不是人道的待遇。你今天讲啊，其他人空间也都很小啊，没有错啊，其他人空间都很小啊。那国际专家已经提出建议啦，认为这个不符合国际的人道标准啊。不，他如果说真正到我们监狱里面去看、去了解的话，他一定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现在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嘛。我们从来没有。那你们现实环境，你们有没有努力要改善嘛？那当然，我们有努力在改善啊。你刚刚讲说要分配这八十几项到各部会，其中这一项就是你法务部的职责啊。没有错，对不对？是。既然他提出建议了嘛，所以我们有在增扩建。有这些计划在进行中，有增扩建的计划，有现在有三个监狱都在。那有针对不同等级的受刑人，包括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好、让他不需要趴在地上写字，好、趴在地上看，他至少一张椅子。我想这是基本的人道的需求啦。在可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会。那可能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应该要往比较人道的角度去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